58岁何超琼心中住着一个少女，五分裤配蝴蝶结鞋子，甜美不失气场。何超琼作为名媛一直活跃在名流圈，她的穿衣品味丝毫不输娱乐圈的任意一位同龄人女星，经常出席派对都是选择奢侈品牌，时髦穿搭走在时尚前沿，既穿出了60后的气质，又不失霸道女总裁的高级品味。亮片裙穿上身显得珠光宝气，何超琼身穿一件银色亮片裙，上面还有珍珠做点缀，显得立体又贵气。七分款的袖子绣出白皙小臂，领口、袖口、裙摆的边儿都用白色荷叶边设计，甜美又不失高贵典雅，脚踩一双女人鞋，气质出众又迷人，不愧是当家人，太有气势了。58岁何超琼身穿一件黑色 T 恤，宽松的款式休闲又舒适， V 领的领口显得五官娇小，头戴宽檐帽遮阳不失女强人气场，下身配一条五分裤秀出紧实小腿，一身简约穿搭穿出55分，脚踩一双小白鞋点亮全身。小白鞋的款式很多，但何超琼这双鞋子来头可不小，是某奢侈大牌的限量版，一般人有钱也买不到的款式，要是穿同款也是高仿版。